IC 的元件密度和工作频率持续提高，导致测试用的探针卡需要更细微的探针。传统探针卡的金属探针强度较低，无法制造极细微的探针，且不利于组装。为解决这些问题，高强度高密度探针卡技术开发了高强度微旋臂探针模组和 3D 陶瓷电路板。这些技术使得制造针径小于20微米的极细微探针成为可能。同时，探针可以一次性组装多达百根，取代了繁复的人工逐针组装，并能够满足高频测试需求。该技术已与国内厂商共同开发了可测试5000万画素以上 CIS 晶片的探针卡，一次可测试30个晶粒。未来，这项技术更可应用于 Micro LED 探针卡，解决目前 Micro LED 晶圆缺乏合适的探针卡进行量产测试的瓶颈。